都听个几十年了，我也听了一个听了都听了十多年了。小娟是想叫俺奶奶去这玩嘞。哦，对对，俺奶奶不好呀，姑娘说，好嘞，去那玩。哦。俺身上拉俺奶奶知道开刀嘞。哦，在这买的时候有过节呀。觉得你是在你那高兴嘞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现在人家还有好嘞，也出来，我说拉俺奶奶转圈嘞，完了。俺奶奶是想出来了，知道给伢孙子娘我这买点儿嘞。伢说你怎么不来？你怎么不来？这好几年了，怎么没来过伢这？看看人家开一瓶，你看看人家也拼。那平时在这光着了，光着他也不吃呢。那真的。你来了他又叫我高兴，跟我玩儿，看完给你也高兴，都是累。这年龄的鸡吃完了，干鸡腿那个圆活动的，也不是那个啥，搁加个那个鸭子，还长的歪的，长的歪的，你就可以，拿筷子，咱吃吧，先吃一头鸡啊。你记得老二人吃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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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顿就买那啥，多吃点好吃，是吧？嗯，好吃。有人不吃啊？还有人，好吃不好吃？什么人做人？我没有人做人。都是让当孙子捏的。啊？这不是我们两个吗？吃吧，你喝点汤啊。那那这个也压不住呀，是吧？嗯。伢那恁家是麻将，麻将，咱吃饭敬老的。啊，敬老，知道了。吃的应该的呗，够了。嗯，现在前面摆两个。是是是。嗯，伢奶奶也是吃油吧？啊。吃油了。你看，伢奶奶前面摆两个，认识呗。嗯。俺奶奶看孙子捏的录像，看的是津津有神的，好看呗，奶奶。好看。这个也是，我出去就摸的。奶奶，哎，你不轻易来，你住这吧，在这住几天吧。我可不。在这住两天吧，就把你接我这儿，在别在这凑你的屋。你说人家人住，你都住两屋。不，那不哎。俺可不能在这住。你这个可不能在住两天了。那你那什么，弄那啥，那不弄人家，别接小姐，别伢那个婆子不在，人家在这不可不能。那等俺再住两天吧。你那也是去回主要再住。你走嘞，你都别去，你这回回去就往俺这都塞我嘞。
吧，不老去婴儿那儿。你也看看小回头啊，他就快了。小回头嘞？嗯。姐姐在群里住的。你这周围都不去去吧？就是要开车儿把你拉着来了。啊。啊，去了，过年了，拿去把你拿着来。看看，准备啥都愿意，就是天天天都去，天天天都去。我等你天天天，看你天天都去。你还不去呗？看见。哦。我多不管你去呢。你那天天不去，多不来。可不是。这就是说退休，你这个要退俺家去不来？你问听我。啊？病。你说病那个病，开啥了吗？能跑？能跑？能跑？听俺家能跑喽？哟哎！你进来。哦，你进来都是俺查了，你们。进来问嘞。查了。说。来来来，俺你先。